比例可以进行比较，对吗？对两个数量进行比较。我们来看看这幅画，这里有120万零300、40万零500、60万零700、800块。顺便说一下，是8块。一印234块胡萝卜。所以，你可以用3种不同的方法来写胡萝卜和 P 的比例。记住，顺序很重要。所以，胡萝卜和 P 的比例是4:8。我们可以用2来写。我们可以用冒号、4个冒号、8个或4个大于8个来写 P 和胡萝卜的比例。现在反过来了，对吗？ P 是8，然后是胡萝卜，或者8、4、8冒号、4或者8大于4。写最简式比的方法与写最简式分数的方法相同。最简式中胡萝卜和1块的比是1:2。所以胡萝卜，想想看，让我想想。胡萝卜和1块。我们有4根胡萝卜，8块。但我们要简化。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化简课吗？那么有没有一个数字我可以用它来除以上下呢？我能除以4。能除以4。4除以4等于1。8除以4等于2。所以换个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4根胡萝卜。对不起，4根胡萝卜对8块。我们可以简化为1根胡萝卜2块，对它们的比例相等。好的。好吧，下一句会讲到有3项成对的例子，但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有3块蛋糕、4块饼干和4块巧克力蛋糕，你可以写出这样的比率：每3个蛋糕就有4块饼干，每4块饼干就有5个巧克力蛋糕。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令人困惑。他说，画出蛤蜊和虾的比例。那么3个蛤蜊对9只虾。没有画3个蛤蜊的虾。他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让我来3个蛤蜊、9只虾。让我请允许我，我想我可以拍张照片。蛤蜊、虾、蛤蜊。一秒图像，那是一只蛤蜊。我们有一个蛤蜊，好啦，复制图片。蛤蜊，然后让我拍一张虾的照片。不，我不需要。拿着这个。不。好吧，等一下。现在他们说写出蛤蜊和虾的比例，而不画3个蛤蜊，所以对，就是现在。重复。我们有3个蛤蜊，1、2、3，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问题，他说不是，这不是问题所在。你看这里的问题上面写着3个蛤蜊，对吧？这里写着3个蛤蜊和9只虾，那我们怎么画呢？好吧，让我来。对不起，我需要9只虾，我的天啊。重复，3456减7890减2345减6789，这就是比例。3只蛤蜊，9只虾。
但问题是，不画三个隔离，怎么画这个比例？还能怎么画？那么，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等价比。让我先放隔离，再放虾。那我们换一个，换一个，我可以用什么来乘上下？让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乘以二，再乘以二，是三乘以二等于六，九乘以二等于十八，所以三乘九和六乘十八是一样的，它们是一样的。没错。那么问题来了，我怎么才能在不画三个隔离的情况下画出三个隔离和九只虾的比例呢？我可以用十八只虾画六只隔离，因为它们的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当我回到这里时，他们说这是一个隔离。好吗？所以这是要画三个隔离。让我来画隔离。电脑，我们有隔离、隔离、隔离，对吗？三只隔离，九只虾。现在我要写虾九了，时代虾，虾，虾，虾。6789，好吧，但问题说不抽三个隔离，所以我不想这么做。他们说换一个，再给我画一个和三乘九的比例一样的东西。在另一个问题中，我们把这个乘以二，再把这个乘以二，得出6:18。六个隔离比十八个虾，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那我该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得到隔离、隔离、隔离，隔离、隔离。我们有六个隔离，对吧？然后是十八虾。我的天啊！我会做虾，虾，虾。然后也许我就可以了。不，完毕。虾，虾，虾。2345美元，让我看看，我可以把这个移到这里。这就是这里。我们可以把这家伙移过来。我可以把这家伙移过来。现在我们有六个隔离，十八只虾，对吗？所以，如果我画六大于十八，对吧？它是五，三大于九，或六大于十八。这就是好吧。他们的意思一样吗？好了，我们在课堂上完成了几张表格。再说一遍，你们在六年级时已经做过了。我希望你们能复习一下，五到十五乘以多少？五乘以三，这里是三乘以一，再乘以三。所以五乘一等于十五乘三，它们彼此相等。下一个在这里，一乘以五，对，一乘以五等于五，所以上面也是一样的。五倍五乘以五等于二十五，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写五乘以一等于二十五乘以五。五乘以十等于五十，所以在最下面我要乘以十。一乘以十等于十，所以五乘一等于五十乘十。它们都是等价的，
等比的。下一个，你可能需要一个计算器。 0.5 乘以4等于2，在这里我要乘以4，所以是4，所以1乘以5等于4乘以2，这里和这里的比例是一样的。那么1乘以16等于上面的8美元，我要走了，对不起。 0.5 乘以16等于8，所以1乘以16等于8。因此我们可以写出1大于 0.5 10等于16大于8。最后一个，1乘以12等于12，所以我们要把50乘以 0.5 乘以12，得出6元。因此我们可以写出一个大于 0.5 等于12个大于6。生再想想看，第一个已经算好了，12乘1等于24乘2，想想这个。我们是在用相同的1乘以2来乘上下吗？对不对？这里是乘以2。1乘以2等于2。12乘以2就是24。就是这样好了，现在我们来做第三个。对吗？让我来做第三个。第三个我要这么做。因此我们有12比1，然后是60。这里是空的，对吧？我要把它拿掉。我们可以交叉相乘，但现在因为数字比较简单，12乘以12再乘以5就是60。所以在最下面我要乘以5。1乘以5等于5。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 MA5。下两个我打算写12个，一个等于12个。我们有了。那么用1乘8可以得到什么呢？如果上底乘以8，上底乘以8，我就得到了96。这里是96号。最后一个就在这里。让我把这个拿出来，是12乘以1。这里是空白乘以10对1乘以10，所以在上面我要乘以1000，12乘以10是。所以你懂得好吧？那我们来做这个，再来一次，就在这里做。我们得到了10比1和40这样的结果。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关系，对吧？10乘以4，所以最下面是4乘以1，1乘以4等于4，所以这个数字就是4。现在对于这个数字我要稍微改一下。现在我要用这个人和这个人。所以我认为40乘以4等于80。我需要找到分母。那么我可以乘什么呢？40乘以2等于80。那么这个就是乘以2，4乘以2就是8。这个，所以你可以用谁都没关系，你可以用最简单的那个。现在对于第三个，想想这个，我写在这里。10比1对这家伙在这里和这家伙在这里。10加1等于11，然后我再给你们一个选择，用第二个，40大于4等于11，然后让我换个颜色，我们用80大于8和空白来找关系。这三个中哪个最简单？如果你看这里，1乘以11等于11，所以最上面的就是11乘以11。
这个很好用，那这个呢？四倍，我不知道，四倍两点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得用计算器。I don't know, 我得用计算器。这里也一样。八次，我不知道，一点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最容易用的就是这家伙了，所以我要用这个家伙和这个家伙。我们再来一次，十比一和十一比一。这很简单，一乘以十一等于十一，然后在这里，十乘以十一等于幺幺零。所以那个，现在我想让你看看十六号。十六以上的东西，现在告诉我是哪个，这对你来说更容易，那我们应该用擦掉这个。那是110，让我写110。所以现在有了第三个，我可以用10大于11，我可以用40大于4，80大于8。这是16号，这是16号，这是16号。没错，我们要找到这个人。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简单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还是这种关系？最简单的总是分母唯一的那个，一乘以十六，因此这里是十六乘以一，我们得到了160，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但如果你决定用这个，那么四乘以416，所以这里是四乘以四，我们得到160。看，八乘216也是一样的答案。那么这里二乘以80再乘以2就是160。这样就得到了160,160。而160无论你用哪个比例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没错，因为它们都是等价的。好吧，这里是一乘以四号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乘以四，然后得到20美分。现在再来看看这个，一和七，所以是乘以七，所以这里的最底层就是乘以七，我们就能得到35美分。然后是，让我把它拿出来，一，0.5，这里是1.2。对。所以我们要做这两件事。好吧，那是多少倍？让我想想，224乘以24。所以你需要一个计算器乘以24。所以我们得到的是24，而不是 mg。最后一个还是让我来写吧。这上面的一个是四倍，我们得找到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用四除以0.5得出乘以80。我们要做80次方吗？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二号这个看起来容易，1.12乘以2等于24，所以这里是2乘以2，抱歉，对，乘以2。下一个是12和4，对，现在我们要找的是4乘以416，所以在上面我要乘以412，四乘以四等于48。接下来是4和28，四乘以七等于28。那么在最上面，我要乘以712，七乘以七等于84。最后一个，对，让我把它放在这里，是12又4，然后这边这个是144。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里的关系乘以12，这个就是乘以12，对吧？总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是1加71乘以3等于3乘以3，所以在最底层乘以3，然后1和7就是28。7乘以4等于28，所以我还得乘以4，所以是4。下一个是17，然后18。那么这会是什么呢？8乘以8得到56。最后一个1比7，对一个超过7。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家伙，超过63。那么我们乘以9的系数是多少？在上面乘以9就是9。下一个，一个超过6岁，一个超过18岁，这之间有什么关系？3乘以31乘以3等于3，所以这个是3。下一个，6点和7点各一个，因此这将是7倍，这就是乘以7。6乘以7就是42。下一个，一个6点多，一个7.8，6乘13，所以上面是13的倍数，所以我们得到1乘以13就是13。最后一个超过6，这是900。900除以6再乘以150 so 900 divided by 6 times 150， 这是150的倍数，所以是150。好吧，这可能有点复杂。芒汉姆先生家旁边，不是旁边，而是十英里内。十英里内有31家麦当劳、14家汉堡王、10家温迪和12家肯德基炸鸡店，所以他们是在问你比例，对吗？用最简单的形式表示比例，麦当劳对汉堡王，麦当劳对汉堡王31:14比例，让我写在这里。5号麦当劳，31号麦当劳。有多少汉堡王？14个汉堡王能简化吗？不能，这就是最终答案。6家温迪到麦当劳，温迪10个温迪。多少家麦当劳和31家麦当劳？我只写麦当劳，能简化一下吗？不行，这就是最终答案。从肯德基到汉堡王，肯德基12，肯德基有多少汉堡王？14个汉堡王。可以简化吗？是的，可以。我们可以除以2，我们可以用212除以26除以77除以14再除以27，所以最后的答案是6肯德基，7个汉堡王。8。4个人都去了麦当劳，4个都去全部，所以我们要做31加14加10加12。31加14加10加12等于67，所以好吧，一共现在我要写下麦当劳里所有的67家店。这里有几家麦当劳？麦当劳我们有31家麦当劳。
麦当劳。排在麦当劳和肯德基之后的第九位汉堡王，所以汉堡王是1414个汉堡王。麦当劳是第31家31麦当劳。再吃一家肯德基，然后是12家肯德基。我们能简化吗？不能。十家温迪餐厅，还有肯德基，还有汉堡王温迪。十个温迪。肯德基的全称是1212肯德基。然后呢？汉堡王，汉堡王是1414汉堡王，我们能简化一下吗？可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除以二，除以二，除以二，除以210。除以二是512，除以二是614，除以二是7。所以五家温迪，六家肯德基，七家汉堡王，11家，四家都是前三名。所以所有四家就是这个67家，前三家是3123家。所以我要写前331加14加10。是55。下一个前两名。排在前两位的是麦当劳的31号，也就是14号，也就是45号。所以四个人都是45。四个都是好了，267。This is alright, 267。你把它简化了，我不这么认为。汉堡王进入前两名，汉堡王是1414名汉堡王。前两名，这里是前245名。前两名。下一个四个都要。麦当劳、汉堡王、温迪和肯德基四家都有。因此这将是所有四个将是所有四个是67麦当劳，这是31汉堡王，这是14温迪，这是10。再到肯德基是12块，然后是67 31 14 12。最后一个问题，女性的比例。我把餐厅里的男女比例写成65，所以有6位女性。我能写女孩吗？哇哦！好了，女生五人组。男性。女性比例。每6个女性中就有5个男性，这就是比例。如果4名女性和6名男性离开，比例是10比7，所以如果有4个人离开，现在的比例是10比7，即10名女性和7名男性。餐厅里原来有多少客人？好的。这可能是个好问题，一个好问题。所以，让我在这里写上女性和男性，
不可能是六比五，因为如果我们有四个男性，就会有四个女性离开。我们会有两个女性离开，对吧？所以剩下四只雌性和六只雄性，所以减去四个，再减去六个 ，so minus four and then minus six， 那是行不通的，对，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男性离开，比六比五的比例，所以不可能是这样。那我们来找一些等价的比例。那么，让我们来做二乘以二百一十二再乘以十。现在，如果我们做减四再做减六，得到的比例是十比七吗？我不这么认为，好吧，那就再来个一乘以三。So let's do another one times three。这个在这里，这个在这里，我们来做个三乘法。因此，如果我们乘以三，这里就是十八，我们有十五。如果有六名女性离开，对不起，是四名女性离开，那么我们的结果就是十八大于十五。如果我们减去四和六，就得到十四大于九，而这并不相等，所以不是这样的。下一个是四乘四，然后再乘四。因此，如果你做四乘以四，我们得到二十四；如果你做五乘以四，我们得到二十。因此，假设这家餐厅有二十四名女性和二十名男性，然后他说其中四名女性要离开减去四，然后六名男性要离开减去六。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有二十名女性和十四名男性，二十大于十四。我们能简化吗？是的，我们可以除以二再除以二，得到十大于七，这个和那个是一样的。那么，店里最初有多少顾客呢？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有24名女性加上20名男性，总共是44人。好吧，问个小问题。好的。问题，但也仅此而已。